今天走在了海边，发现了特别漂亮的一个东西啊，仔细一撒嘛，原来是一个玫瑰螺，特别漂亮啊，第一次见的老铁啊，见到这么漂亮的玫瑰螺，反手就给了个双击啊，还有的人加了个关注，喜欢看我赶海直播的给我一个双击加关注，咱们马上开启直播。